看一下。他们这边还能买到这种沙地里产的小萝卜，长不大，这个萝卜就很小。我洗的时候全是沙子，你尝一下，特有感觉。蘸上这个酱料，甜面酱，一口到东北。我没有成功的入境埃及，我现在想了一想，有可能是天意，因为刚才小鼠哥看了一下国外的报道，有很多国家的病例都是从埃及传出去的，而埃及现在就只报道了50多例吧，是吧？50、60例，那明显就不对嘛，他也没检测能力，我觉得他把我拒绝入境也是有可能，情有可原。我说不定还是躲过一劫呢。我吃了饭，再打电话给这个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就问一下摩洛哥那边的情况，因为我们国家人去摩洛哥是免签，还是可以停留3个月。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停留时间长一点的免签的国家待着，因为在阿联酋的话，我要是待的时间长了以后，我还要续签。续签的话，续签非常贵，还不如就是非签，就是出去一趟，然后再回来一趟，只能这样子。续签要花多少钱？在这个阿联酋，600迪拉姆。600迪拉姆，1200呢。我这1200，我还不如买个机票，拍拍屁股走人呢。锅里还煮的那个西红柿蛋花汤，特别香。哇！我在国内的时候就超喜欢这样吃。这一块也可以吃。我吃了饭呢，就睡觉，睡到现在啊。哦，天都黑了，小窗户，哦哟，我要起床了。我这睡了一天啊，起来以后一看，还没有给我计算出退我多少钱，还在这算呢，算了，不管了。我估计应该怎么也得退个700-800吧，而且不是说是我不上飞机啊，他是不让我上飞机啊，真的都跟我都没关系，唉。太头疼了，我现在是埃及这儿不好弄，明天打算打个电话给这个埃及驻这个阿联酋的大使馆，他明天上班，我打个电话问一下能不能办个贴纸签，如果不行的话，我就现在今天晚上是睡醒以后研究照，就是说从阿联酋可以呜呜飞9个多小时，9个多小时飞到摩洛哥，现在摩洛哥呢发现了3例。就是疫情有3例，相对来说还很少，而且这边呢是沙漠国家嘛，都被包围着，所以说问题不大吧。我打算飞卡萨布兰卡，大概费用是2800的机票，加上打包乱七八糟，应该3500左右飞过去。因为这个地方是3个月的免签，现在还有这个政策。我的话，如果说去了摩洛哥，我就走这个西撒哈拉这一带，这一段不好走，然后再走这个毛里塔尼亚，要走到这个叫做就是几内亚比绍这边，就是靠到海边这边，才开始说是绿色多一点，舒服一点。就这一段比较难，这段夏天呢真是贼拉热。然后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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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着这个非洲的西海岸这边就一直这样走，就能走到南非的开普敦也行。对我来说，不是东海岸，不是沿着东边走，就是沿着西边走，反正就这2条线嘛。晚上呢，再吃点这个萝卜，这真的可以的。
反正我呢是不交不愁，无所谓，我已经被折腾的习惯了，真的。昨天那个柜台不让我办登机牌的时候，我就有预感，完了，哥老这里有醋咬我，真的。等了一个多小时啊，快两个小时了，经理过来，哎，拒绝了我。咱也能理解，你把票钱退我就行了。我今天是本来想打这个摩洛哥大使馆的电话，打了三次没打通，就没人接。我明天再试一下，希望能打通。要不行的话，只能打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外交部的那个就是电话了，问一下摩洛哥这个国家对我们国家现在这个入境的政策它有没有变化或者是什么。如果没有，我就考虑着再待上几天就坐飞机去摩洛哥，或者就是明天打电话给这个埃及大使馆问一下我能不能办这个贴纸签。如果说他能让我办个贴纸签，那我就能应该是能确保进入，知道吧。因为他昨天呢就是有一种觉得，一是我在伊朗过来的，才待了18天19天的样子，经过多方考虑吧，估计再加上我也没有签证，我只是说我要去落地签。为什么我要落地签呢？因为前几天有好几个小伙伴他们都落地签了，就什么手续都不要，也不需要查那个2000美金的现金，也不要去查什么4星级酒店的订单或者是返程机票，什么都不要的，就直接性买个机票上飞机落地开落就好了。但是我这样操作的话我就不行，就是我上一个国家是在伊朗。所以说现在是改变一下策略了。而且埃及现在只不过就是没能力检测，爆出来的50多例，具体的到底有多少例我也不清楚，真的搞不懂。如果说多的话真的也挺麻烦的。没事，还好现在就是自个儿的身体状态恢复的真的特别舒服，膝盖也好，或者是就是我本身脚这一块有点不舒服，最近全靠睡，硬是把这个脚那块不舒服给睡舒服了，脚腕那一块。这个甜面酱可以，我打算捣鼓一个五花肉，做上一个炸酱面。好了，今天反正就睡了一天，早上吃了饭就睡了中午饭，中午饭吃完一继续睡，因为我这喜欢睡大觉。天黑了呢，起来以后开始研究地图，还有学英语。我学英语呢，说白了很简单，就是那个靠谷歌翻译，你把自己旅行的时候有一些想表达的，当时英语不太好表达不了的那个场景和时候啊，你得记住，然后呢你就学习这些句子和人家给我说的我没有听懂的大概，或者是听得大概懂的，记住以后呢，现在开始翻译，好，学习完以后记住以后，哎，你下一次遇到了这种场景，因为我们学的基本上都是旅游英语嘛，就是旅行中的一些需要的英语，什么大使馆的时候啊，或者是机场啊，或者是酒店啊，反正就是基本上都是跟旅行有关的英语，现在就这么一个。好吧，就干了，这个视频也很水。